开了好久的车啊，然后现在到达这个戈壁滩，这里有很多石头，可以在这里找找我想要的石头。我觉得这个滩上呢就很不错，我就看到这里有很多不错的石头。远处好像有乌云呢，会不会要变天下雨啊？哇，趁现在还能，天气还好，再捡一点吧。刚刚来这里的，看这儿发现一个什么，玛瑙呀，这个玛瑙挺不错的，这么大一块儿。造型也不错，回去研究去，剪了。这个戈壁滩还不错，石头挺多的。玛瑙、金丝玉、沙漠漆都有。那看我的石源怎么样？哇塞！我就怕下雨啊！看这个远处的那个乌云，戈壁滩上的这个天气变化就是特别大，有时候特别热，突然之间下暴雨，然后又下冰雹，很可怕的。下冰雹我是经历过了，有时候还会有沙尘暴。现在天已经阴下来了，我也不用戴墨镜和帽子了。哎，这样舒服。这里沙漠漆还不错，走了嘛，一段距离就可以发现那么几个。看地上，我又发现几个。看，这里有一块儿。哇，这块不错。首先，玉化就不用说了吧。这么好，它肉质不错，沙漠漆有一层浅，比较浅的那个包浆，这有一层一层的那个像肉食一样，就像一坨肥肉。这块就质地没那么好了，这个就不要，这块我剪了。现在有乌云，哦，这也不算乌云吧，就是今天是多云，然后现在起风了，风特别大。我感觉好像又要变天了，我刚刚到这边，这风特别大。我们现在呢，又来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那个戈壁滩，这里的石头小一点，但这地方很大，我们就想在这里找到一些地方，看能不能捡到好石头。刚才呢，下了雨，我设备好像也出问题了，就是拍不了东西。刚才那个风沙特别大，吹得我们身上全是沙子，所以我们转移地方了。前面那个好像是那个山，往那边走吧。往前走估计有好几公里哦。哇，这戈壁滩上跟走路吃不消啊，人脱水特别快，要带好几瓶水。哇，太阳又出来了，这天气太多变了。刚才有风沙，还下雨，现在又出太阳，今天云比较多。
刚才捡了一块这个，还可以吧，肉不算特别细，它里面也有些小杂质，一块肉一样。哼，这一块，哇，这块也是一块肉，五花肉。我去，看前面那么多石头，走，再去找找。看，这个很细腻啊，这个沙漠漆，鸡油黄的。看，它这里的颜色鸡油黄，啊，好油润。这有一丝丝的纹路，很完整，好东西，哇，漂亮！今天我要在这里找好的。看这里，这黄黄的，近一点啊，看这里有纹路。哇塞，这个玉化超好哦！嗯，形状不错，像块蛋糕。嗯，哇，玉化好好，完整没有裂。这边走吧，好远啊，这个小的小溪，哇塞，看到这个，哇！天哪！哇塞！哇、哦、天哪！好大！哇，极品啊！哇！好漂亮啊！块石头，哇塞，这块好漂亮，两面都不错。看这个，它的质地啊，好细腻，它的玉化已经很好了，油润度也不错。这一块小的，很棒啊！它侧面也有那个一丝一丝的纹路，很淡。又变天了，天色已晚，准备撤了。关注猎奇者，带你体验发现之美。